是你福气啊，看我是恁家的代志啊。这对中国的俄勒的货啊，送到我家来了。这个是我们跟那些淘宝联络的那个老板买，他有这些货品，他就卖给我了。嗯，他的什么重量啊，锅了地呀、啊，这是什么来的 ？OK， 给你看啊，这个是他的量。什么来的 quality？ 这个什么？这边是什么 ？KTV 音响。OK， 这是什么？它的重量啊 ，weight 啊 ，cm 啊，大小了。OK， 你可以 screenshot 下来慢慢看。谁要买呀？来，看到没有？天啊，我们看它的后面。全新的，有 seal 的 number 什么都有的，看谁要，300块我让给他，300块，你在 Simon Square 二手的都要300的，也是300，那个是人家用了几十年的，他们讲旧的东西才好，这样才300-400块啊，这个是新的，全新的。全新的这一粒，这一个呢？看到没有？谁要我让给他300块？OK， 真的，因为我家里有的慢慢，我可以慢慢。这个是我的客厅的，还有我的房间的。你要也可以，你要买我的房间的这两粒也可以，你要买客厅的这两粒也可以，你要买这个全新的也可以，这全新的才300块。OK， 谢谢。